哦，各位都听懂意思吗？哦，因为刚呢有一个前学呢跟后学讲，哦，说呢那个净足啊，哦能成，哦没有解说了。上个礼拜我没有解说这一句吗？有没有？有，知道意思吗？哦，那个哦。啊，我们了解那个见哦，就是外面的那个形象，那个就是见。哦，那个哦能啊，就是我们心识的功能。哦，心识的功能。哦，所以我们呢啊，从那个第一句啊，能有哦见啊哦昧，我们心识的功能啊哦有呢这个外面的形象哦，外面的形象啊哦，假如说没有形象的话。我们心识功能呢，它就不会啊，哦，有作用。啊，所以哦，啊，那个啊，能就是心识的功能，哦，见呢就是外面的哦那个形象。那么第二句哦，那个见主啊，哦，追主的那个主，那个哦就是啊随着的意思，就是呢外面的形象啊会随着我们哦那个心识的功能，然后哦成就是不见的啦。哦，外面的形象哦，随着我们心思的功能，然后哦不见。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哦，很多呢都是啊我们有心的时候啊，景象哦才会呈现。哦，有心的时候啊，哦，假如说呢我们心不在焉呐，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知道这个意思吗？哦，因为这个每一个字啊，它都有含义在，哎啊，所以我们哦就哦这个仔细来体会，哦那个第二句啊，那个见哦见主啊哦能成，哦就是见啊，随着哦那个主追主呢，就是随着了哦，随着我们的心识功能，然后哦不见，哦我们的心识功能没有心的话。见啊，哎，就没有了，哦，就没有见。啊，所以呢，见啊，有能哦，见哦，就是外面的形象啊，因为有心识的功能，所以才会呈现呐、啊、所有的景象。这样了解意思吗？好、哦，有一字啊，一字吼、哦，拢有伊个意思滴个啦吼、哦。那么能有啊，哦，见能，哦，那能就是心识的功能。哦、我们心跟认识、哦、都是因为、啊哦、有景象，我们心识的功能、啊、才有作用、哦、才有心识的功能。这样呢、哦、这个能跟见、啊、了解了吗？知不知道呢？好、哦，原来刚后学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前学呢跟后学说，那个见主啊能成。哦，不知道他的意思啦、啊。哎，要我学说，在上课的时候、哦、再解说。哎，那懂了没？哎，就是哦啊，见啊外面的形象哦，会随着我们心识的功能，然后哦不见的哦就沉哦就不见。那么意知啊啊两断哦，言是一空。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吗？还没有啊，哦、所以、哦、这个两段、啊欸、就是两边、啊欸、我们要知道、哦、这个两边、啊哦、原来呢、啊、都是一、啊、都是空，两边、啊、就是、哦、善恶、哦、阴阳，所有凡尘呢都是两边，所以呢、哦、我们要了解说意知啊、哦、两段、哦、原是、啊、一空。哦，这个两边呢，全部啊，都包含在一里面，它、啊、都是空了、啊，都会哈、哦、无常变化，所以哈、哦，全部啊都是空，哦，一空呢同两，哦，这个一，一呀、啊、就是道，所以我们知得一呀、啊，万事毕，哦，这个一呢就是道，哦，那么一呀、啊，哦，就进入啊，整个啊都是空。我们呢在修道的时候啊、哦、对这个空呢、哦、就是要透彻认识，我们佛性呢还没有启发，
那空间这个空是完空，哦，空中啊没有东西呀、啊。那我们已经呢，哦，认识佛性了，已经把它启发，哦，跟空合在一起呀、啊。那么这个空叫真空，空中有佛性在，哦，真空，哦，真空妙有，哎，啊，有没有形象，就叫妙有。哦啊、真空妙有、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欸、所以我们、哦、了解、啊、这个真心佛性、啊哦、它没有形象，所以呢、哦、也是用空来、哦、这个代表。可是、哦、我们就是要知道讲空的时候、啊、就要看我们、哦、对呢那个、哦、佛性的了解程度。假如说都还没有、哦、没有认识佛性、啊、也没有启发，那么这个空间、哦欸、都是完空，是什么都没有，这样了解吗？各位浅显的空是真空还是完空？是有一点、哦、走入真空了，可是都不敢肯定，不敢承担。启发佛性了没有？好、哦，启发了哈、哦欸、所以、哦、这个很重要、哦、很关紧要，所以呢佛学会一再的说、哦、我们呢、哦、万年都放下了，一念不生啊、欸、啊那个剩下那个寥寥无名的知觉性，就是我们呢、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就是这一个啊、哦、寥寥无名的知觉性呢、哦、在成佛啊、所以只要我们都能够、哦啊、在日常生活之中体会、哦、体会了以后我们要把它呢、哦、培养、哦、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啊哦、还很陌生、啊哎、不认识、哦、不认识自己、哦、本来面目、啊哦、不认识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很陌生。然后呢我们、哦啊、已经体会、哦、体会了以后、啊一定要时间、啊、把它、哦欸、拉长、哦、要让它呢这个时间、啊、久一点，然后时间久一点以后、欸、那个、哦、奥妙就会发生，就是有波惹、啊哦、那个妙智慧从、欸、我们的佛性本体、啊、产生、哦、智慧、哦、所以、哦、波惹是这样来的，不是我们落入凡尘、哦、学的、哦、不是在现象哦，学的那个是佛性本体具备，他说一定呢，各位哈、哦，要把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呢，做得很熟悉哦，时间呢要长，哎，这样的时候啊，哎，就有那个波轮，那波轮有了，哎，我们本身呐、啊，哦，就具备了智慧，那智慧有了，我们佛性本体的定、啊、就会呈现，哦，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可以说啊，那个定啊，哎，都不见了。我们一般的哈、哦、啊，这个社会人士呢，都是神散，哦，我们的精神啊都很昏散，所以没有定力、啊。那我们哈、哦、修到了以后啊，一定要培养，哦，那从佛性本身呢产生的定力啊，哦，那个才是很强，很强的定力。那我们呢有定力了以后啊，这个做事情啊。哦、就会、啊、井然有序、啊欸、就会头头是道、哦、处理、啊、轻重缓急、啊欸、我们都呢处理得很理想。那假如说我们定力不够、啊、会手忙脚乱、哦、会破坏、哦、这个事情、欸、那我们、哦、从佛性本体、哦、产生、哦、有波罗妙智慧，然后有定力、欸、然后互相的帮助，定力越大、哦、智慧也越多，这样互相帮助，所以我们了解说、哦、启发呢、哦、我们佛性本体是很重要、哦、因为呢这个、就是成佛的、哦、那个、哦、因、哦、佛因、啊、我们已经找到佛的果位、啊哦、就一定会呈现、哦、所以呢我们讲到说、哦、一空、啊啊、同两，就是一、哦、一呢就是道，然后空啊，真空妙有、哦、包含了所有凡尘的一切 啊那个同两就是两边、啊哦、都全部包含，包含呢在一里面、哦、包含在我们真空妙有里面，
哦，所以一空啊，同两哦，其含啊，哦，万象哦，它呢哦，这个一哦，就是道空啊，就整个啊，哎，都是真心佛心。它、啊、所以哦，它其哦，这个跟呢我们佛性啊哦相等齐，含着哦万象，所有万象呢都在我们性分之中。所以哦，整个三河大地啊，也是从我们佛性哦生发出来。哦，是因为我们起心动念呢，才有三河大地。哦，有三河大地啊，才有众生，有众生呢，才有业果。哎呀、啊，我们就在呢，哦，六道轮回里面，哦，一直啊在轮回，哦，都没有研究真理啊，所以哦，没有哦回到呢我们本位。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努力啊，哦，能够研究，哦，回到呢我们本来都是佛，哦，每一位前贤啊都是佛。哎，所以哈、哦，一空呢同两，其含哦万象，万象呢都是我们哦性分之中呢所呈现的、啊，哎，所以都是哈、哦，哎，在我们本性哦，不是呢哦心外的东西，哎，都是我们心内的东西呀、啊。那么不见哈、哦、经出呢哦灵有偏打，哦不见。就是呢，我们不要落入啊，哦，那个分别心，哦，所以不见呢，哦，精，哎，就是很精细，哦，然后粗啊，哎，就是那个很，哦，那个比较，哦，啊粗，哦粗肉简肉，哦，所以我们呢没有那个好的跟坏的分别心呐、啊，哦，不见呢，哦那个精粗，哦都已经呢不落入分别。不起心动念、啊哦、不落入分别，那落入不分别以后啊，哦，灵有怎么会有哦这个偏执啊？哦，我们偏到一边，然后那个党哦，就是取舍的、啊，哎，那个党啊，哎，我们就是了解哦，小团体啊，哎，就是党，哎，就是我们有喜欢讨厌的、啊，哦，有喜欢讨厌的，哎，就叫呢哦偏党。哦，假如说呢，已经啊都不见哦，精出没有分别心，然后我们就没有哦喜欢讨厌的取舍，这样了解意思吗？哦，因为哈、哦、比较哦那个意思啊，哦比较隐晦，无讲遐清楚啦，啊就是哈哦那我们要了解，但就是来了解哦，说呢已经啊没有分别心了以后啊，哦就没有那个取舍。哦，没有取舍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进入哦，进入啊哦佛性的本体。那么大道呢？哦，体宽哦，无益啊哦，无难。这个大道啊，我们要追求的哦，这个道，哎，在我们呢本身来讲，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哦，这个大道呢，哦，体呀、啊、宽哦，非常宽广哦，已经呢啊这个。充塞啊，整个哈、哦、宇宙虚空，所以非常宽广哦。大道呢，体宽，无益呢，无难哦。它呢，不是很容易，但是呢，也不困难。因为我们呢，有时候的认知哈、哦、不同哦，所以啊，会有哦这个偏差。那只要呢，我们认知都跟真理相应啊，哦，那呢啊，整个呈现啊，就是道。我们在凡尘生活呢，哦，整个呈现呐、啊，哦，全部都是啦、啊，哎，因为我们在凡尘哦，哎，都是用哦，我们六根，然后对六尘哦，产生六识，都是用四心哦在生活，那、啊、所以哦，我们就哦有那个喜欢讨厌，很强烈的哦那个喜欢讨厌，那因为喜欢讨厌呢、啊，我们就有取舍。哦，有取舍就造业，因为造业、啊、就要受苦，哎呀、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大道啊，体宽哦，不用呢啊分别心，然后呢哦，全部啊生活之中啊，哎都是呢我们真心呈现，啊所以哦不是很困难，哎啊也不要把它认为说太容易呀、啊，哎它刚好是中道，哦这个无易呀、啊、无难，那么小见呢哦无疑呀、啊。转急哦，转迟哦，这个小嘿，就是哦，我们那个狭隘啊，哦，小呢就是狭隘哦，我们的见解啊很狭隘的话哦，那就呢
会啊自己障碍自己，哦，就没有办法呢跟那个大道体观啊，哦，这个相应。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不能啊，哦，狭隘的见解，哦，那个小见，哎，就是狭隘的见解。哦，那狐疑呀，就是我们哦内心里面呐，啊，哦产生呐，啊，哦这个怀疑。所以哦这个怀疑呀，啊，哦是造罪的最大原因呐，啊，哎，就是因为怀疑，哦自己呀，啊，不肯定。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哦就要相信呐，啊，哦自己呀，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相信呢本身就是佛。哦，向内追求，哦，求佛呢，一定要向我们自己的哦那个内心啊来，哦来求，哦才会成就，哦，所以我们呢，啊，不要有那一种哦那个怀疑的心呐，啊。各位对自己的佛性呢，啊，怀不怀疑？不会的哈，哦，就是要相信自己，哦，所以那个信呐，啊，哦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很重要，哦，那我们的信呐，啊。不要相信到外面去，一定要相信自己，哦，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要相信自己，啊，哦，这个是很重要，哦，我们呢不要有那个怀疑的心，因为怀疑，啊，哦，就颠倒，哦，颠倒以后，啊，我们就放逸，放逸呢就无明，无明以后，啊，就悭贪嫉妒，啊，所以，哦，怀疑引起的，啊，都没有好事，都是坏事，啊，那我们不要怀疑，哦，就是相信自己，啊，哦，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哦，没有怀疑。那转机转持，啊，就是我们越要，哦哦，认识，啊哦，这个真理，很急着，哦，想要了解，那这样的话呢就越不容易，啊哦，进入，所以，哦，我们要按部就班，啊，要水到渠成，哦，只要我们肯在日常生活之中啊，哦，万念放下，然后一念不生，哦，肯做，哦，不用急着呢，哦，要呢透彻的，哦，整个啊那个真理都呈现，哦，不用急啊，越急哦，那就越慢，那我们按部就班哦，就会很快，哦，像我们这边，这个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哦，都进入的状况都蛮理想，哦，都能够呢。哦，听懂这个性理心法，哦，对，这个心性啊了解，哦，明心见性，哦，虽然说还不是很透彻啊，可是整个轮廓啊都已经呈现，有没有呈现呢，啊？还是哦信心不够，有很小声呐，啊，哦，要再培养，哦，培养了，啊，对自己的信心，哦，因为我们。啊，这个知觉性呢，啊，哦，就是佛，哎，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从自己本身呢，哦，相信自己。那么执知啊，哦，失度，哦，执着，我们哦，这个要知道哦，不能固执。哎，假如说哦，我们在凡尘，哦，有这个已经呢知觉呀，啊，是已经错了，我们要有勇气呀，啊，哦。去改过，人啊难免哦都会有错的时候了，哦，像那个护圣颜回，他也都会有过错，可是呢他的哦，告诉我们呢就是哦不恶过，就是一次错没关系啦，哦，不要错第二次，就不恶过，然后呢不迁怒，哦，这个呢别人对我的侮辱啊，哦，不迁啊，不把它转移到别人身上，所以那个护圣，哦，告诉我们，哦，不恶过，然后不迁怒，啊，所以我们，哦，这个了解说不要执啊，不要固执，因为，哦，啊，这个佛啊，释迦牟尼佛，哦，阅读明心呐，啊，悟道的时候啊，他就讲说，哦，奇哉奇哉啊，哦，大地的众生啊，皆具备了如来的智慧，哦，德性，啊，只因为，哦，妄想跟执着而不正等，两个，啊，一个是妄想，一个是执着，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固执，啊，我们的固执，啊，都是蛮深根蒂固的，哦，
各位对自己的那个固执啊，认不认识？深还是浅？深啊。哎，所以我们了解哦，择善固执还可以啦哦。那假如说我们知道已经不合真理还固执，那就不行了哦。所以那个执啊，哦，假如说我们固执的话，然后呢就会失掉哦那个真理的法度啊，哎，就、哦、已经呢会啊这个害我们自己本身呐、啊。所以呢不要固执哦，错了没关系呀、啊，要有勇气嘛哦，勇气承担。哦，说错了，然后呢，走回到正路就好了。哦，所以直之失度呢，哈、哦，必路啊，邪路。哦，假如说固执自己的成见呐、啊，哦，还自以为是的话，那一定呢，会走入哈、哦、那个不正确的道路，邪路啊，哎，就是不正确的道路。放之呢，哈、哦，自然，哦，体无啊，气住。哎、我们呢要把它呢、哦、放之自然、哎、这个、哦哎、让我们回归到真理、哦放哦、把它放了、哎、好像我们在、哦这个呢啊、日常生活里面呢、哦、所有的、哎、念头、啊、也都把它放下、哦、我们呢都、哦、摒除所有自己、啊、以往的、哦、那一些、啊哦、习惯性、啊哎、我们都把它放，能够呢放了以后，哎，它回归到真理，哎，就自然，哦，所以呢，放之啊，哦，自然，哦，能够呢融入啊这个真理，哦，体呀、啊、无气住，哦，这个我们啊了解到呢，这个佛性本体呀、啊，哎，它没有去，然后呢也没有住，哦，这个体呀、啊、它没有去，没有住，哦，我们啊这个知道呢。哦、佛性的本体、啊、非常的宽广、哦、尽虚空遍、啊、法界，嘿，充塞呢整个宇宙虚空，全部、啊、都是我们如如不动的、哦、那个真心佛性，所以啊体啊无气住、哦、没有去，没有离开过我们、哦、这个本体，然后呢、哦、也不会固定、啊、在一个角度、哦、无气住、啊哦、任性、啊、合道，哎、我们呢放任、哦、把我们所有的一些自己的知见、哦、都已经呢、哦、能够呢、啊、把它呢、哦、这个放下了、哦、认呢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啊哎、就能够跟道、啊、相合、哦、所以任性、哦、随着呢我们、啊、不生不灭佛性、啊、就可以跟道呢、哦、相合，逍遥呢、哦、绝恼哎、就可以、哦、自在逍遥，能够逍遥、啊、就没有、哦、那个懊恼、哦、就把懊恼、啊、全部、啊、去掉了、哦、绝恼，那么细念呢、哦、乖真、啊哦、分成不好、哦、细念、啊哎、就是我们、哦、这个绑住、啊、这个细呢、啊、就是绑住了、哦、绑住、啊、我们念头、哦、细念、啊、就乖跟你那个真、啊、已经相违背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我们的、哦、那个、啊、心、啊、是很逍遥很活泼，它不能呢、哦、把它呢绑住了，所以不能续念，了解这个意思吗？文字、哦、是不困难，可是我们做起来、哦、不容易、啊、因为、哦、看我们用什么角度、哦来啊，这个对待它哦。假如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哦，对呢啊，一定呢，我们对凡尘事啊，都有某一些的哦爱好，也有某一些的哈、哦，那个哈、哦，就是啊坚持的、啊。那假如说哈、哦，我们呢，哦，一直啊细念，哦，说挡住啊这一些念头，那么就会哈、哦。本来啊我们那个啊、哦、那个心呢、啊、它是、哦、非常的逍遥自由，可是因为我们细念啊就把它呢绑住了，那绑住呢、哦、它的角度啊就变得、哦、很狭隘，就变得很窄了、哦、不宽广、啊、所以呢我们假如说、哦哦、一直啊在细念、哦、
各位浅显对细念的哈、哦、这个问题啊了不了解？真的了解吗？可是哦，或者讲另外一个角度哦，假如说哦，我们开始做万年放下，不是很熟悉呀、啊，要不要细念？哦，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刚开始啊做万年放下，哦，不很熟悉的时候啊，哦，一定要细念，哦，要把我们呐、啊、所有的哈、哦、那个万念啊，都让它只有一念，叫做万年放下。哦，只有这个念头，这个叫细念。哦，已经呢把那个念头啊集中在这个上面。哦，有什么呢都去掉，就只有这一个。哦，细念呢万念放下。哦，一念不生，一定呢要绑住自己的念头在这里。那只要我们肯用心啊，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哈、哦，它已经变成我们的习惯性。那变成我们的习惯性哦，连我们睡觉、啊、做梦的时候啊，都会讲说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连睡觉都会自己告诉自己啊，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有没有这个情形出现？还没有啊，那可见都还不够用心呢。你看我们哦，那个立千口啊，哈，那个表文一升天啊。那个晚上哦，那个睡觉做梦的时候啊，哎，梦见哦，我们亲友请我们哦吃那个哦分的东西啊，我们都会说不可以，我已经亲口了。你看那个哦很强烈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在意，很强烈。那我们呢做这个功夫啊，要跟那个一样哦，就跟我们呢立千口哦。哦，那个烧表文已经表文升天了，我不可以哈、哦，在违反，那我们哈、哦、要把它哈、哦、融入、啊、我们那个地区的莫那斯，叫潜意识啦、啊，潜意识里面啊，都有这个观念，都有哈、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在潜意识啊，哦，地区的莫那斯叫潜意识，也是我们的意根呐、啊。我们日常生活只要、哦、我们皱起眉头在想，那个都用、哦、地七的莫那斯，那个都是在用、哦、潜意识、哦、比较深的、那个、哦、第六的意识、啊哦、比较粗浅，第七、哦、莫那斯、啊、就很深的、哦、我想想看、那个、哦、皱起眉头、啊、在想，那个都是第七的、哦，各位有没有用过第七莫那斯？那我们在想代志呀，我们在想事情呐、啊，很深入的在想的时候啊，都是用哦第七的莫那斯，就是哦潜意识啦、啊，第八阿赖耶识啊叫含藏识，含藏哦三恶种子，哦含藏，哦那第七呢是潜意识。哦，我们呢很深的哈、哦、那个意思，那我们平常啊，哦都没用，都用第六，哦第六的意思啊，就是粗浅，我们日常在用，马上看马上知道的，哦那个呢是第六，啊第七呀、啊，哦就是、啊、我们用心的，那我们哈、哦、在修持的时候啊，有一些呀、啊，就是要让它进入哈、哦、第七的莫那斯，我们呢哈。哦让我们那个很强烈的、哦、那个欲念、啊、都在、哦、那个潜意识里面、啊、它有都在，它会自然呈现、啊、所以我们在、哦、不知不觉的时候、啊、那个第七的、哦、它就会呈现。各位认不认识第七的莫那斯潜意识？可能都是日用、哦、不知啦、啊，有在用啊，都不知道、哦、只要我们皱起眉头在想，那个都是第七呀、啊。各位都没有用、哦、那个深深的那个哈、哦，皱起眉头想事情吗？有，它有就是了啊，那个就是第七的莫那斯啊，就是潜意识哦。啊，所以我们呢要把那个哈、哦、啊很重要的信息呀、啊，都哈、哦、进入啊我们的第七莫那斯。
哦，让我们的这个晚连晚上睡觉、啊，哎，都一直在做功夫啊，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这样会不会？想不想做、啊？哎，看起来意愿都不高。只要说肯做的话，功效会呈现得更快，因为你在白天呢，我们还可以有意志来帮助。那晚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有那个地气的潜意识来帮助，那更快了，那个修的会更快。人家已经经过两天的修持了，我们一天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都全部在做，这样会不会？不会想啊，没想讲，没遐不会。所以这个修持呢，在我们自己本身来讲，都是呢要自己啊去经历去实践这个别人没有办法这个呢对我们这个有帮助的，都是要自己做。所以细念会乖真它违背那个真理。这个是说我们平常日常生活里面跟我们努力要修道不一样，那个角度不同所以呢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需要开始的时候细念熟悉以后就不用。像我们呢这个学开车或是骑机车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要细念，对不对？要什么动作什么动作都先在脑海里面想好好的，然后再落入我们手脚，对不对？那个叫有为啦，有为细念。然后呢我们已经呢这个已经开了几年车，骑了机车也已经几年了，那要不要再细念？别人的驾驶座都要开了对吧？机车看的都要行对吧？那个都不用再细念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从有为入手，然后到无为所以这边的细念乖真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起心动念会呢跟那个真理相违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细念会违背真理，然后呢底下接着就会昏沉分层不好就是没有利益的啦。各位天贤，我们为什么会分层？为什么会分层？会分层层的所以或写之前讲说我们人是半阴半阳，对不对？当我们的阴很盛的时候我们容易分成阴各位知道吗？阴阳我们呢要了解说纯阳就是佛菩萨已经仙佛了，纯阴呢就是鬼啦就是在地狱里面黑暗的所以我们人刚好一半一半一半阳一半阴那各位浅显是阳多呢还是阴多？还一半一半啊我们要培养那个阳要把它呢培得很充足那阳培得很充足的时候我们精神会很饱满。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心容易外放就是很喜欢呢外面的景象那个心外放会把我们那个身上的一些阳都用掉所以就会昏沉所以昏沉不好因为接近那个地狱鬼所以昏沉不好我们就日常生活就要培养那个负面的那个心里面骂人的也不要有。哥有没有在心里面骂过人啊？这个倒是比较诚实的，
一定会有啦，哎，心里面骂一骂就舒服了，哦，哎，那个很容易解决啦，哦，你骂一骂就解决了，哦，就没有问题了，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呢，那个分寸哈，哦，哎，就是我们的哦那个阴啊比较多，哦啊不好，哦不好呢，哦劳神，哎，就是哦我们呐 啊这个很劳碌。我们的精神，那为什么我们哦劳碌精神，就是呢太投入完成事啊，哦完成事我们太投入的话，哦那就会呢啊这个劳碌啊，哦啊精神就会分层了，哎所以哦啊那个呢啊这个不好呢劳神，哦各位日常生活之中呢重点啊都放在什么地方？重点找不到吧？我们把重心呐，哦，生活的重心呐，放在哪里？是放在修道吗？没有啊，怎么没有人放在修道？多方。都放在生活上吗？吃饭睡觉。哇，都放在吃饭睡觉，那一生很快就过了，哦，一转眼哦，一生就过去了，哦，我们都很短暂，哦，不过百年而已，很短暂，所以一定呢，哦，我们要有一个哦追求的目标，而且要很明确。哦，而且要哦立志长，哦那个志向啊要立得很长，哦不要长立志了，要立志很长，哦一立了以后啊就不再变，哎然后呢努力啊去实践，哦去做，哦实行，哎啊所以哦我们就是了解到哦日常生活之中啊，哎我们哦那个嘞自己的。哦，那个意向很重要，只要呢我们肯，哦，在呢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啊，都一直啊发挥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哦，一直啊都跟佛性本体啊，哦一起，这样哦我们培养哦那个德啊，培养那个德啊，哎就会很快，所以我们现在哦。哦，凡人啊，这个德都不够了，哦，培养那个德啊，哦不够，而且现在人哦，讲话又是很容易哦出口，哦轻在公共的呀，啊所以哦都把那个哦德啊，底下处也拢轻在个用用去呀，所以哦我们就是要哦，我们都会讲说留一点口德啊，有没有？哎，我们听人家讲话讲的哈，那个太刻薄了，我们都会说，哎呦，你嘛老这么口德嘞，有无？哎啊，所以在讲话的时候啊，不符合真理的哈，就不要说。哎啊，讲出来都符合真理。哎啊，所以哈，我们的心念呐，哦，不起心动念，然后又跟呢，时时刻刻啊，跟自己的佛性在一起，哎，就是回光返照。他又呢能够有平等心，那这样呢，哦，那个德的培养就会很快。哦，啊，各位就是要了解哈，哦，这个德重呢，鬼神轻，有没有听过？有。哎，你假如说呢，这个德你都培养，哦，鬼神啊都很钦佩啊，哦，鬼神都钦佩，那何况是人，一定也会钦佩。哎，那我们现在人哦。就缺少往这方面去努力啊，就会觉得说那个又看不见，重不重要？哦，很重要，哎，所以呢，我们就是哦要培德，我们佛老师也叫我们啊培德，有没有？哎，就是哦，我们要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哦，认识，然后呢，哦，从佛性本体呀培养。哦，然后呢，我们都有哦，利益众生，又不记在脑海，哦，直接实际的哦去实践了，哦，帮助众生，
哦，那我们自己本身也努力，哦，也能修正了，哦，都能够，哦，有信心成佛。有信心了没？有。哦，那不错呢，哦，我们都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呢，哎，信心都培养出来了，哦，相信了自己呀，啊，哦，可以成佛。所以呢，啊，我们哦自己努力呀，啊，哦，那一种啊那个昏沉的情形啊，哦，就会消失。那么何用呢？哦，疏清呐，啊，哦，就是呢，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疏清呐，啊，就是分别心呐，啊，哎，那个哦对自己亲人哦较好的，啊，那一个拢无是白拢卖惯的，哦，那个呢就是啊哦疏远跟亲近。就是分别心呐，啊，那我们的分别心呐，啊，也都有，而且哈，哦，还蛮强烈的。各位有没有分别心呐，啊？这个没有分别心才奇怪了，哦，所以这个一般呐，啊，都有，都正常的，哦，有那个分别心。啊，所以呢，我们呢走入真理，哦，走入真理了以后，哎，那个慢慢分别心哦。哎，会淡薄，会消失。那全部都没有分别心啊，哎，就证悟啊，可以成佛了。哦，所以呢，不用哦那个疏清。那么一取哈，哦，一圣，哎，就是我们呢要哦取啊这个一圣，一圣呢就是佛圣啊，哎，就是哦我们希望都能够成佛。哦，所以各位姐姐要了解说，我们呢看呢，啊。佛经里面哦，它都有那个哦下圣、中圣、上圣，然后有最上圣，有没有？哦，非常多的名称呐，啊。那佛会讲说，唯有一佛圣啊，无二亦无三，有没有？没有听过吗？有。哎，比较少接触了哦。啊，所以哦，各位前人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哈，哦，下圣、中圣、上圣啊，那个是一个哦引导法门，善善哈，哦，这个循循善诱引导的法门，哎，因为假如说都没有接近呐，啊，哦，这个啊佛道都没有接近，那没有接近呐，啊，一下子哈，哦，你要呢到达最上圣哦，他哦听不来，接触不来。所以一定要从那个下圣哦开始。那么下圣呢，就是敲打念唱啊，跟他讲说哦，诵经啊功德很大，有没有？那从经典去接哦，接近接近呢这个佛，接近道哦。那因为他哦听到呢诵经啊功德很大哦，啊，他就会来诵，然后诵经了以后哦，再把他引导到中圣。哦，那中圣呢，就是速流动静，哦，速呢就是学法术啊，哦，那个流就是观天文地理，动静就是打坐了，哎，那个属于中圣，然后呢再引导到上圣，哦，上圣呢就是性理心法，哦，性理心法就是上圣，然后再引导最上圣，最上圣呢就是要成佛了，哎，啊，所以这个一圣，地球一圣。这个就是哦，要成佛的，哎啊，从哦下圣、中圣、上圣到最上圣，哦，这个啊，全部都是哦一佛圣，还能有了解呢？哦，所以全部呢都叫一佛圣，都是要众生成佛啦，哦，只是程度不同，用不同的方式，哦，不同的内容，哦，来引导众生，所以呢。我们呢，一取一圣呐，哦，悟啊，悟啊，六尘，就是呢，哦，悟讨厌呐，不要讨厌六尘。各位对六尘啊，讨不讨厌？讨不讨厌？六尘哈，哦，知道吗？什么叫六尘？哦，色、声、香、味、触、法，哎，这个六尘。哎，所以呢，啊，这边呢，哦，信心明呢，啊，就讲说，欲取一圣啊，哦，悟悟六尘，不要讨厌，哦，那个悟啊，恶，哦，那个，
哦，是讨厌的意思啦，不要讨厌的哦，六尘，哦，就是我们凡尘的这个六尘啊，哦，不要讨厌。我们呢，在凡尘的时候啊，哈，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哦，我们开始啊，这个修道，哎，就是要认识啊，所有的哦万象，万象呢都虚幻不实在，哦，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假的，哦，先知道，我们知道以后啊，不住相，不住相以后就可以了啦，哦，对那个哦那个六尘呢。哦，没有说哦，进入啊，喜欢讨厌。那只要呢，我们不进入啊，哦，那个喜欢讨厌，哦，它呢啊就已经呢就存在。哦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真理啊很奥妙了。哦，我们的身体啊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们用了。那本来哦，天地的物质啊，所有风土。所有风土本身哈都没有知觉性啊，那我们的佛性哈它没有形象，那现在哈哦刚好呢把天地的所有风土跟我们的佛性啊把它合在一起，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天地的物质啊，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现在已经变成有。那我们呢？佛性呐、啊，吼、哦，没有形象，现在落入身体已经有合在一起呀、啊。啊，所以我们住相的话，住在形象哦，叫一假一切假。那我们一走入佛性呐、啊，叫一真一切真。这样知道吗？啊，我们是着重假呢，还是着重真？好、哦、啊，所以哈、哦，各位前贤，我们修道啊。哦、我们就、哦、了解到说我要走入、啊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现在呢真心佛性在我身上就是那个寥寥分明的知觉性，它就是佛性本体、哦、它已经是佛性本体了。那我注重佛性本体，我就不注重呢天地的物质所有宏土，那所有宏土啊，我就让它归还所有宏土，我注重佛性。因为我们在凡尘啊，你注重一个啊，你就会重心都放在这边。那我们已经注重在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所以会照顾它，让它都不沾得一点尘垢。那假如说我们是注重在凡尘的所有宏土，那就现象、哦、那身体的现象啊，我们就、哦、去追求、哦、身体现象的享乐，身体现象的享乐叫做五欲乐、啊、五欲、哦、就是我们的、哦、眼耳鼻舌身五个、哦、这个五个啊五欲、哦啊、我们呢面对啊眼睛面对就是形象、哦、色，然后耳朵呢就是声、哦、鼻子呢、哦、就是嗅、哦、就是闻啊嗅哦，然后嘴巴就是吃，然后身体呀、啊，哎，就是触摸，哦，啊，所以哦，这个叫五欲乐。那凡尘哦，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呢追求的哦，就是这个感官的享受啦。所以哦，看看我们前道，哦，我们都知道，假如说让我们哦赚了很多钱，哦，那个时候哦，我们不是有哦，所有人士都会讲。去找回分别，有没有？知道意思吗？哦，那个是不是一掷千金？很辛苦赚的钱啊，在你去享受啊，哦，你的那个触身体的接触啊，那个时候你用钱啊，是不是用得很阿萨里？有没有？我们这个钱刀都是很魔幻的，所以都唔捌。嘿，都不会啦，哦，都是标准的。可是哦，社会就不是这样，哦，他只要有一点钱呐、啊，嘿，他就会哦，享受去享感官的享受，
就是哦，那个身体的接触，哦，啊，身体一接触以后啊，他那个用钱啊，哦，很辛苦赚来的钱哦，就很容易就用掉了，哦，那个呢叫五欲乐啦，所以凡人哦，他就是说，来的是被享受啊，就是在讲这个啦。那我们就了解说，他是拿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哦，把它拿来用。然后去享受天地的物质啊，水有风土，是水有风土在享受的。可是佛性在造，已经哦被他哦弄得五颜六色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凡人呢是聪明的还是很笨？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我们竟然要让他去享受。是不是都这样？哦，我们社会的现象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哦，要做那个行业啊，你让人那个感官享受的行业是最好赚钱的，对不对？最好赚钱啊，就是感官享受了。啊，那个呢，都是哦，找嘴，哦，而且啊，都是蛮重的，哦，找嘴。然后等到有一天啊，哦，一口气不来了，看一看哦，我们这个哦身体的所有红土啊，就要还给所有红土。那谁要来承担这些罪过？就是佛性嘛，他可不可怜？他没有办法参与哦，那个策划。我们要策划说去享受的时候啊，有没有跟佛性哦？稍微讨论一下，拢无爱管伊对无？哦，迄拢无改吼，迄摆吼，伫迄个台面上，伊迄拢吼无管理个啦，是不是这样？佛性可不可怜？很可怜吼，啊，拢无爱跟我参详，啊，做做拢叫我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哦，真的是哦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我们就是要选择哦，要来佛性呢，不生不灭哦，来当家，然后、哦、主要就放在哦佛性本体，那身体的所有风土啊，我们把它这个调和就好了啦。哦，这个四大我们把它调和，调和就不会生病啊，吼、哦，阿得好啊，哦。然后我们已经呢，全部都注意啊，哦，在佛性本体。只要我们注意在佛性本体，你看我们会让它沾得污垢吗？绝对不会。那你看是不是已经修成了？成不成？哎，就已经修成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哎，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哦。哦，拢哦，竟然来感官享受，唔知讲迄是天地物质，天地的物质啊，所有风土哦，那个是没有知觉的，哦，没有知觉就让它回归到没有知觉，哦，然后有知觉的，我们把它修得很灵敏，哦，自然就成就，都已经恢复本位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哦认识啦，还能认识了没？知影了吼。哎，辛苦是天地物质，哦，我们都不能赖皮呀、啊，总要还的，要不要还啊？一定要还啦、啊！哦，咱老公吃较济回，哦，今嘛是一百回，咱加一百、两百，阿嘛是都爱还，对不对？一定要还给天地的啦，不可能说我们拥有，哦，而且哦，我们就看一看哦，社会现象。嘿，那吃个几百回哦，你看那个行动都很不方便，羡不羡慕？真的不羡慕嘞吼、哦，这个都是受苦啦，这个吼、哦，那求长寿哦，求来受苦啊，受不受苦？很苦哦，年岁一大了哦，那个器官都老化了哦，它都已经不行了。走路都很困难，真的哈、哦，唔免阴险。那各位要阴险下面，
都没有啊，无心善什么啊？无心善做佛的，有没有？对啊，哦，能够成佛是最好的啦。你看哦，这个都已经脱离生死了，然后千百亿化身，然后呢，哦，无限宽广，哦，不只有娑婆世界。哎，我们要到哪个世界都可以啊！哦，所以爱行善，哦，行善造福，还要努力啊！这个是要努力可以到达的，哦，只要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哎，都跟自己的佛性在一起，然后呢，哦，请自己的佛性当家，哦，来指挥呢我们的哦视听言动，全部都佛性在指挥。这么久了哈，已经呢，九个月、十个月了哈，佛性当家了没有啊？黑龙江的吹来呢？哦，有啦，啊，要好伊当家，啊，也未管理，也未刷好伊安尼，哦，对不对？哎，还在理想阶段。还没有实现，所以哦，就是要，看阿萨里，好，让佛性当家，哦，赶快你就退位，这样才会成功，哦，不然哦，那个感官啊，很强的，你闻到好气味的时候，吃吃吃，一定要吃，本来肚子不饿了，哎，变得变胖哦，哦，巴肚就要爱吃爱吃，哦。就是感官在当家了，哦，所以就是了解到啊，真正的呢，哦，已经呢重视佛性本体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再回过来看，回过来看的时候啊，因为三河大地啊，是我们一念妄动哦，它才呈现的，啊，所有的万象哦，也都是从佛性哦。我们那个包含佛性，包含万象，万象呢都在佛性之中，所以等到我们已经了解真理了以后，我们不讨厌这个六尘，就是这一些色声香味触法，我们都不讨厌，我们知道呢，它全部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全部都是功能作用，那既然全部都是功能作用，哦，那我们就不用喜欢，也不用讨厌。那不喜欢不讨厌，就可以进入啊，没有分别。那既然没有分别了，就证悟啊，就成就了。所以这边呢，就跟我们讲说呢，欲取一胜呢，勿恶六尘，就是不要讨厌勿。那个恶啊，就是讨厌的意思啊，不要讨厌六尘，六尘啊，不悟顽童呢，正觉，那个六尘不会进入那个我们讨厌的那个领域里面啊，他就呢跟我们正觉一样，那所以或许讲到这边呢，讲另外一个让我们也可能会有比较会深入的。因为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他有讲过，跟那个舍利弗讲，他说千年的暗室，千年的暗室，很黑暗的那个房间，他已经住了一千年，他不愿意离开啊。可是假如说我们点灯啊，一灯啊，可不可以啊？破那个千年的黑暗，可以哈，他不离开，要不要离开？那佛就接着问了，请问黑暗跑去哪里？我们一灯啊，一点了以后，他黑暗跑去哪里？跑去哪里？那我们点灯那个光明对不对？
请问那个光明啊，从哪里来？从哪里来？很有意思哦，不像后学从基隆来啊。哎，那个光明哦，不是从基隆来，从哪里来？所以那个哈、哦，那个释迦牟尼佛哦，就跟那个舍利佛讲，说哈、哦、那个来呀、啊，来无来处，来呀、啊、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哦，光明，你点哦点灯的光明，那个光明啊没有地方所在，它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它不是从哪里来，然后那个黑暗啊。他气无气处，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去，这样你要的意思吗？那佛就讲，既然来没有来处，气也没有气处，叫做常住。常住，常住知道吗？啊，常住叫做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安尼在呗，哎，所以你看哦，他就把光明、把黑暗，是不是融成一体？哎，所以哦，你一知啊两断，哎，还同哦，哎，一空同两，这样了解了没有？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气也没有气的地方所在，叫做常住嘛。啊，既然是常住哦。哎，都、就是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哎啊，所以哦，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哦，六尘呐、啊，哦，不二还同正觉。六尘呐、啊，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你也体会呗？有没有？因为凡尘呐、啊，哎，都是哦假象，哦，都是假的。可是哦，它从哪里来？一样，就是来无来处了。哎呀、啊，它不见的时候去哪里？又是哦，气无气处了。它、啊、是不是都是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对不对？哎啊，所以我们哦说还同正觉。哎，怎么会六尘跟正觉呀、啊？哎，相同。哎，就是这样。这样就知道意思了。知道了没？哎，所以哦，我们要哦，就是了解到。哦，像我们人啊，哦，都有一个来的地方所在，然后回去也有一个地方所在，对不对？哎，这样就是生灭了。哎、啊，那我们在现象之中看，哦，因缘际会，缘际则生，因缘际会才产生呐、啊。它、啊、又一得来，哦，没有来的地方呢，哦，来没有来处，那它消失的时候要去哪里？啊，气又没有地方所在，气无气处、啊、没有地方所在。啊，既然哦来也没有地方所在，气也没有地方所在，就叫做常住。所以哦，世间相常住，世间的形象啊，它都常住，都没变化了，是不是不同的？这一下子哦，又拉得太高了。本来还在跟我们讲说万象都是假的，不要住相，这一下子哦，全部都是真。这个一真啊，一切真，真哦，一真法界，也在讲一真法界啊。哦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世间相常住，最高的佛法，哎，就是这个样子，它没有变化，哦。常住的真心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哦，那个佛性本体。啊，你有了解没？所以会或许会说，哎，了解才奇怪。要一段时间呐、啊，我们要了解说，哦，这个真理呀、啊，哦，我们接受，然后慢慢的哈、哦，我们自己本身哦去行持。实际的去做，然后实际做，我们会有体会。
然后体会了以后我们再来听、哦、会不一样。那假如说我们、哦、假如说、哦、对、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不认识，那我在讲真空，我在讲妙有，敢听有听无嘛吼、哦？啊，那也讲真空，空中有东西啊，那有空空啦、啊，哦，那个叫完空。那真正的哎，我们说吼、哦，已经呢把佛性都启发了，跟空间融合在一起。你看，好不要笑我，我们都听到对不对？哎呀，为什么会知道呢？就是了了分明的知觉性，是不是真空？空中不空，有佛性在，所以空间发生事情我们都知道、哦、就已经走入真空妙有、哦、很奥妙了、哎啊、我们是日用、哦、不知，日常在用啊，可是不知道，那我们现在研究哎，知道了、哎、所以我们的佛性、啊、这么宽广哦，而且又如如不动，如如不动的啦、啊。哎，用那个哦照相机的原理来说、啊，哦，假如说我们佛性是动的话，那我们看到景象都模糊不清了、啊。啊，就是因为哦佛性如如不动，哎，所以看到景象都很清晰。你头转得快，也一样看得很清晰。哦，啊，你到哪个地方呢？因为充塞整个宇宙虚空，所以或者在基隆哦也有佛性在啊。他、啊、来台南嘛有啦，这样知道吗？哎，我不是讲把佛性比家人带来，不用带呢，他本来就在。哦，纵然更远一点，到美国去，到中国大陆去，哎，一样都在，都有哦，都有如如不动的真心佛性，这样了解吗？嘿，所以就是要研究，一研究以后，哎，我们就知道了，就透彻了，哦，然后呢？进入的哈那个就不同的哦，不同世界哦，已经呢很宽广。那现在人为什么都会有那一种哦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就是哦心胸太狭隘。假如说我们哦哦走入啊那个真理世界这么宽广，哪会忧郁，哪会躁郁，都不会啊。所以以后有遇到、哦那个亲朋好友、有那一种倾向、哦、说忧郁症要产生，你就要说来研究性理心法就好了、哦、就不会了，心宽广了啊、哦、或许就讲说不然的话先去做义工、哦、去给那个幼稚园、啊、还是那个小学那个低年级的、哦、去当导护哦，引导保护，导护，哦，保护他们。那、啊、你看他那个小孩子哦，很可爱、啊，哎，尤其那个哦，那个母亲呢、啊，为了省钱去买那个背包哦，超过他的哦那个身高，又超过他的哦那个体宽，然后背起来哦，他又走得很有精神，会忧郁吗？你会笑得不得了，哦，哪会忧郁？不会啦，哎，所以哦，把自己的生活，哎，那个世界啊，宽广一点，哦，那个啊，症状就消失，那个不用吃药了，哦，那个是精神方面哦引起来的，我们从精神去治疗，哦，一宽广了就好了，哎，所以哦，那个有忧郁症、躁郁症啊，你就叫他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他那样做的时候啊，你看会忧郁症吗？我们做万年放下有忧郁症的呈现吗？是不是绝对不会？只要肯努力做哦，那以后也不会老人痴呆啊。不然哦，你看我们哦，辞掉小孩子，然后辞掉老人痴呆，中间才几年，太短了，对不对？那我们努力哦，修持的时候啊，脑筋都在用，有没有用啊？我们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很灵敏的哦，那个脑，哦，脑袋瓜，那个灵台，很清，哦，很清净的，怎么会老人痴呆？
不会啊。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怕我们用错方向，哎，胡思乱想的话，哦，他就会。生活之中啊，都一直胡思乱想，老了以后就会老人痴呆。为什么？器官老化。嗯，那或许一直在讲，哎，我们起心动念哦，就是业造业，哦，那不要造，哦，一起心动念的，我们就把累世啊所有的哈，哦，那个因也都拉来，哎，我们要去接受。那我们不要哦，全部呢哦，当一个很空闲的修道人。我们那个永嘉大师第一句不是讲吗？金不见呐，啊，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啊，讲金龙个海哇，哦，蛮快的。哦，我们呢就是要哦自己啊努力啊哦走路啊真理世界，所以这边呢，哦，就讲说呢那个六尘哈 不恶，顽童呢正觉。哎，就是呢，跟我们呢，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哎，它是一体呀，啊，哦，都是同体，哎，所以哈，哦，顽童正觉。那么智者啊，哦，无为，哦，与人呢自服，哦，有智慧啊，这个智，哦，这个智者，哎，无为，就是呢无所作为啦。这个无所作为哈，哦，就是全部啊。哎，都是哈，哦，从哎我们佛性啊发挥出来。哦，这个无为不是说哈，哦，不做了，而是说自己呀，啊，哦没有落入哦那个企图，没有自私，而是从佛性本体哈，哦，哎发挥出来该如何就如何。所以无为就无所不为啦。哎，所以很宽广。哎啊，所以哈，哦，智者无为，哎不落入自己的私心。哦，然后也没有企图，这样呢就叫无为。哎，那无为哈，哦，就不会造业了。啊，不造业啊，就不用受苦。哎，啊，不用受苦啊，要解脱了。哎，所以我们要解脱，要自己努力。那么以人呢，哈，哦，自服。哎，这个哈，哦，没有这个般若妙智慧啊，自己呀，啊，绑住自己。哎，我们有没有绑住自己呀，啊？有没有啊？在生活之中，有，很肯定吗？很肯定都绑住了哦。我们多多少少啦都会有哦，自己也会绑住自己哦，自己也会障碍哦，障碍自己。所以我们了解说呢，哦，研究了以后啊，就把它解开哦。那我们没有研究呢，哦，会绑得很厉害。那么华哦，无意华妄自啊哦，爱走哦，自己啊爱找了。这个华哦，就是呢要我们呐，啊，哦成哦成佛的哦那个方法，华就是佛啦。因为我们哈，哦，比较少运用啊哦这个文字啊这个华哎比较少用。那假如说呢哦我们啊。这个佛经啊时常会哦这个看的话会呈现，啊，这个法的文字啊，哎啊，所以哦释迦牟尼佛都鼓励啊他的弟子啊，就是要观察衍生的道理哦，若见衍生啊即是见法，若见法即是见佛，这样连起来了没有？法是什么？哎，法就是佛啦，哎，所以我们了解哈，哦，这个法，哎，我们呢说皈依啊，哈，哦，三宝，哎，就是佛法身呐，啊，哎，那佛法身呢都在我们身上，哦，佛呢就是佛性本体，法就是般若妙智慧，然后身就是我们哈，哦，那个行为动作，哎，啊，佛法身一体都在我们身上。哎，所以不用向外追求，哎，都是向我们自己本身，哦，向呢，哦，我们的佛性本体，那个是佛，
然后呢发出来的波罗妙智慧啊是法，然后呢我们有行为动作的那个叫生，所以佛法生呢拢在咱心上，他所以皈依哈、哦、啊三宝就是皈依在咱的心上，不用皈依外面的、啊，外面那个都哦不切实的，哦切实啊都是在我们身上，哎所以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哎啊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那个法，哦法呢，哎因为佛修法，然后成佛。然后成佛以后讲法给僧修、哎啊、所以佛法僧呢就连在一起、哦、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法无异法，没有、哦、不一样，没有两个、哎、全部呢、啊、都是要众生呢都是要成佛的，所以法无异法。那我们在开始修的时候、啊、就、哎、不执着了、哎、那个因为、哦啊、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了、啊哦、已经呢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后只要、啊哦、我们呢、哦、肯、哦、努力的去做、哦、已经、啊、没有法执、啊、没有执着法，那我们呢在凡尘、哦、会有很多、哦、教人、哦、说、哦、有什么法给你做给你修，那个就有法执啦，那有法执哦就不成就，成不了佛了、啊、所以我们开始、哦、就把我执去掉，把法执去掉，他、啊、没有我执没有法执他、啊、就已经成就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开始入手修的时候、啊、就已经是最高的法门、哦、就是成就的、哦、既然没有我执了没有法执了就是成佛。那假如说我们哦，在凡尘学有法，哎，那个有法，那就有执啦，那就还没有成就，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所以我们一开始啊，哎，就走路啊，哦，法无异法，哦，没有，然后呢，妄自啊，哦，爱走，还得早早已哦，那我们自己早已形象啦，所以呢，我们自己呀、啊，哦，都哦不真。不真确不真的、哦、那个妄就是不真、哦、我们呢都自己呀、啊哦、会呀、啊哦、这个产生啊自己喜欢的自己呀、啊、有那个喜欢讨厌啊、哦、那个叫妄自啊、哦、爱着、哎、我们呢自己呀、啊哦、会着一相、哦、自己呀、啊、会有喜欢讨厌，这样了解意思吗？将心呢，用心啊，哦，起灰大错，哎，我们呢，哦，一般呢都是这样，哦，日常应用已经就是了，当下呢就已经就是了，可是我们都还在找了，哎，那个叫将心用心，各位有没有在找佛啊？有没有？这个叫不养瘾，不知道要怎么回应。所以哦，我们本身哦就已经是佛了，然后我们就向外找佛，对不对？哦，我们一般都是这样。哦，那个叫做哦将心呐、啊，哦啊用心。已经当下就是了、哦、像我们听那个、哦、那个张卓秀才悟道记、啊、有没有、哦、那个趋向真如啊意思学、哦、各位都了解意思吗？因为当下我们就是在真如之中了，那我们要趋向真如是不是已经呢、哦、就变成学了，了解这个意思吗？看起来好像很生疏的样子呢，是都没在听呢。哦，要自己呀、啊、深入哦。为什么那样说？就是因为当下就是真如，那我们要趋向真如，它、啊、都已经是啊，你还没够趋向哦。啊，本来是就已经变不是了，所以这个将心用心啊。哦，已经就是自己的真心了，啊，咱今麦要过来找心，
它是不是变成假，把那个真就变成假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哎，那我们凡尘哦，时常会遇到这样，哦，都已经是了，然后还在找，哦，将心的用心，哦，起灰啊大错，哦，就已经错误了，可是这个大错自己都不知道啊，家己都唔知啊唔对，哦，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哦，日常所用的哦都已经是了，哦，不用呢再找另外找。那么迷生呢？哦，极乱呐、啊，哦，物啊，哦，好恶，哎，这个哦，迷昧了以后啊，哦，会产生呐、啊，哦，那个极乱，哦，迷呀、啊，哦，迷昧的时候啊，它会产生呢那个极乱，哦，这个极呀、啊，哎，就是孤寂，孤寂，各位知道吗？我们在生活之中哦。有时候都会遇到哦这一种这个现象，哎，就是哦那个孤寂的那一种哦情形啊呈现，哎，那个哦已经呢比较我们说呢生活没有安排得很哦很那个充实啊，哎，那个孤寂哦呈现的机会啊就会很多了，哎啊，所以哦我们呢因为啊。哦，不了解到真理，哦，迷才会啊有那个孤寂，哦啊，因为迷啊才会有哦那个散乱，哎啊，所以哦迷生啊极乱，孤寂啊跟散乱，那我们的社会人士呢，大部分都是这两个字哦，哎代表，哦极乱，哎都心啊不定不稳定。哦，都会呢，这个啊极乱。那么领悟以后啊，哦悟啊无哦好恶，我们领悟以后啊，哎就没有那个喜欢讨厌了，哎，所以哦我们知道哦在凡尘啊，哦就是要用一点心呐、啊，哦来领悟啊，哦这个真理，领悟了以后啊，哦就不会喜欢讨厌，不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不取舍就不造业。那么一切两边呢、啊，哦，良由斟酌，哦，这个两边呢、啊，就是互相对待，对待的两边呢、啊，哦，一切的两边，哦，都是从呢那个斟酌，哎，都是从我们的哦那个分别心来，哎，我们呢会斟酌，哦，会分别，然后会想怎么做，哎，啊就会落入啊，哦，一切的两边。梦幻呢，空花哦，何劳啊，把舟？我们呢，就了解说，一切的两边呢，全部啊，都是梦幻空花。哎，所以这边呢，跟我们讲的哦，还是在呢，哦，对景象的哦，那个认识透彻了。那对景象呢，认识透彻以后啊，我们就哦啊，不会住相。哎，所以哦。啊，这个信心明呐、啊，哦，那个三祖跟我们讲说，梦幻呐、啊，空花，凡尘的所有一切呀、啊，两边呢，啊，都是梦幻空花，哦，一切呢，都是从我们的哦斟酌，从我们的那个分别心来，哦啊都不真，那了解到呢，梦幻空花以后啊，哎，我们就哦不会啊把捉，哦，知道啊它是假的，哎，何劳把捉啊？哎，就不用哦，不用去用心，哎，不用心呢，在梦幻空花里面，得失哦，是非啊，哦，一时啊，忘却，哎，得失哦，我们有得失啊，有是非哦，凡尘呢都是这样哦，得失是非也都是两边呐、啊，哦，有得就有失啊，哦，有失就有非，哦，所以呢，这个得失哦，是非啊。啊，就是两边，然后呢，我们要呢一时哦忘却、啊，哎，就是同时间呐、啊，哦，把那个得失，把那个是非啊，哎，全部都放下，哦，因为呢，全部都是本体呀、啊，哦，都是我们佛性本体。那么眼若不睡啊，哦，知梦啊自除，哎，我们眼睛假如说不闭上的话，哎，就不会做梦了、啊。可是哦，各位要知道说，
七天、啊、眼睛都不闭上的话、哦、会瞎了、哦欸、眼睛、啊哦、眼睛是以睡、啊、为食、啊、睡觉的时候、啊、是眼睛在吃饭、哦、我们七天把酒都不会给他开、哦啊、就变青梅了七天、哦、因为那个婀娜绿啊，他就是七天没有睡觉、哦、七天眼睛都不闭、啊、所以眼睛就坏了哎呀、啊，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讲的角度啊，是说我们呢，哦，不迷昧的话，哦，我们在凡尘呐、啊，所有一些啊，哦，那个不理想的那一些作为啊，都不会呈现的、啊，哎，是这个意思，哦，所以呢，言若不睡啊，知梦啊，自处，哎，是在讲这个意思，各位体会得出来吗？还不错的，还有人回答的。因为很不容易哦，领悟了哦，这个言若不睡啊，知梦自处哦，讲到不同的那个角度啊，不容易领悟哦，那个领会那个情况啊，不容易。哎，所以呢，之前呢，或许在北部讲的时候啊。这个因为刚开始接收呢性理心法呢都很生涩啊，啊所以哦很多都会哦这个打瞌睡啊，那或许会鼓励啊，鼓励打瞌睡啊，为什么？因为打瞌睡哦不会做梦，他、啊、打瞌睡哦不会起心动念。对不对？啊，打瞌睡哦，就是恍惚啊，就是朦胧状态。啊，那个时候哦，最容易见到仙佛。哎，所以你有机会打瞌睡的话哦，你就好好享受。我们躺着睡哦，会做梦。哎啊，所以哦，打瞌睡不会，哦啊，打瞌睡不会起心动念，哦，因为没有那个心思啊，哎啊，打瞌睡又是哈、哦，把两边呢都集中了，打瞌睡没有两边呐、啊，会不会执着两边？哎，你执着两边就不会打瞌睡了、啊，哦啊，所以打瞌睡没有两边，哦，没有善，没有恶、啊。善恶都放下了，对不对？哎，都因为放下了，所以才会打瞌睡。哎啊，所以那个叫哦恍惚啊，叫做朦胧。老子最喜欢用的名词啊，恍惚哦朦胧。哎啊，就是哦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一种哦集中的状态，中道的状态，不是坏事啦。我们都以为是坏事，哦，高人直接度孤也做迷茫，不可能嘛，哦，啊，高人咧度孤也起心动念，也不可能嘛，哦，哦，是不是很理想？哎，导师以后培养看看，哦，在听课的时候培养看看能不能够打瞌睡。还不容易呢，哦，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问呐、啊，啊，你没有努力听，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不对？要相应嘛，哦，要各位浅显跟真理相应，所以就要努力听，就不会打瞌睡。心若哦不易呀、啊，万法一如。哎，所以只要我们哦心呐、啊、哦若不易，哎，我们哦了解到呢，我们这个哦意想心呐、啊，哦那个心呐、啊，每一个人哦都有一个心呐、啊，所以那个心呐、啊、很容易哦不一样、啊。那假如说哦心若不易啊，心没有不一样，那么万法哦就一如啊，哎已经都哦没有分别了哦，万法一如，哎，所以只要呢。哦、我们培养、哦、不要落入两边、
哦，那个心啊若不易的话，就是哦不落入两边，这个时候啊，万法都已经是一如了。那么一如啊，体显，物耳，妄眼，这个我们了解说呢，一如到达一如的话，那个本体呀、就是很玄妙，这个一如真如，到达真如的本体呀、是很玄妙的，那个都不能够讲得出来，很奥妙。那么物耳，那个物就是如如不动。你给人怪了，有没有听到那个奇奇怪怪的声音啊？你看我们这么灵敏啊，有没有很灵敏？所以各位就了解说了了不明那个知觉性、很灵敏，只是我们入用不知而已。那我们这个在修的时候啊，自然而然一直都呈现，而且很宽广，只要它在哪边发生、我们就佛心在哪边了、能够呢圆通常、所以啊，我们了解呢这个一如体显物耳妄眼，那个物啊如如不动，耳就是这样如如不动的这样就可以啊忘掉所有的那个因缘物耳妄眼一如体显啊物耳妄眼就全部啊呈现的那个万象都已经不在了，不存在了。万法奇观复归呢自然，我们万法呢奇观，就是整齐的来观照万法，不落入分别啦，等齐的来观照万法，然后呢恢复啊归复到自然，回归呢到呢这个自然，泯其所以啊不可荒彼，泯呢就是泯灭。把所有呢所有一切的对待的啊都把它泯灭，泯其所以不可啊荒彼，不能落入啊那个彼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法不可比啊，一比较的话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假如说一落入比较啊，那个生活就很辛苦啦，你跟人比生活就很辛苦了那养育孩子也是一样，你跟别的孩子一相比那当你的孩子就很苦了那假如说让他 自由发挥啊就会过得很如意所以我们了解说泯其所以啊不可荒彼，把那个所有的一切相对待的啊都把它泯灭不要呢这个互相对比，止动无动啊动止啊无止，这个让动的停止下来它呢就已经呢不会有动作了，所以呢止动啊无动，那底下那个就相反了那个呢动止啊就无止，你让那个呢停止了让它动它就没有办法再停得下来了所以这两句啊那个是相反的意思止动无动，你让动的停止啊它就不会有动作了，你让那个动的开始让那个停止了让它动啊它就动停不下来了，这样知道意思吗好像我们呢这个在凡尘在学那个打坐打坐的时候不是要放下妄念嘛所有那个念头都放下那个放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容易真的都是没有念头的所以那个止动无动没有念头的，可是你只要进入那个动止啊无止，你让你那一个状态之下你去想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一想了以后是不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它就停不下来了，各位有那个经验没有？
我们有时候一起心动念哦，啊，被改停开，啊，都拢停袂落来，哦，一个接一个，那个叫哦动止无止啊，要让哦那个已经呢让静止的已经动了，啊，被佫佮动落来，哇，动袂落来，哦，所以记呢就是那样的意思。那么两记啊，哦，不成，一合有耳，哦，就是两边呐，哦，不成。不会成就了，两边哈、哦，它不会成就。哦，我们把善跟把恶、啊、两个合在一起，它会不会成就？绝对不会成就。哦，所以哦，这个两计啊不成。哦，那一合哦有耳，哎，就是哦没有两边呐、啊，哦是从一出来，那连一也没有。所以这边哦那个意思啊，又比较哦。啊，不容易哦，很这个清楚的显现呐、啊，所以哈、哦，我们了解说，哦，是非啊是一体的，善恶也是一体的。那因为哈、哦、呈现的事情，我们去处理，处理的好叫善，处理的不好叫恶。那你还没有哦去处理之前的状态之下，它是善还是恶？也不是善，也不是恶了，是处理好以后才呈现。有两边呐、啊，啊，所以哈、哦，那个两边呐、啊，都从原来没有的地方开始。那原来没有的地方，哦，连那个一也没有，为什么没有？没有形象啊，形象是假的，哦，连那个一的形象也没有，那哪有善恶？这样了解意思了吗？有没有更哦？比较知道一点点，哦，不好，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好说了哈、哦，就是凡尘的所有两边对待、啊。都是从一体绝对体出来，那么这个绝对体呢，它又没有形象，哦，没有形象，所以呢，一合有耳，哦，就是没有，哦，全部没有。那么究竟啊，哦，穷极不存呢，哦，鬼则啊，我们研究到究竟，哦，穷到极点，就是哦追究，哦追究啊，追究到极点，哦到顶点的时候啊。哦，不存鬼则啦。我们了解呢，说、哦、我们在凡尘啊，有这个鬼则啊，让我们哦有一个遵循是最好的啦。可是呢，当他已经回归到什么都没有，是一个哦绝对体的时候啊，要用什么样做鬼则呢？就是没有。这样懂意思吗？又是哦比较哦这个隐晦的那一种。哦，那一种啊、状态，哦，所以因为呢，跟我们凡尘的那个希望不同，我们都希望哦有轨则啊，哦有一个轨道，有一个原则，让我们可以遵循。可是他这边就讲，哦，他原始状态那个状态啊，哦都没有，没有一个哦轨道，也没有一个法则，没有。这样了解意思吗？又会讲了解才奇怪，气心呢？哈，平等哦，所作哦，俱喜。这个呢，我们气，我们跟我们的真心呐、啊、相契合，哦，契合了以后啊，就进入哦平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之所以啊德性不容易培养，就是心啊不平等。我们心的哈、哦、那个分别很强烈、啊，哦，看到这个有钱有地位啊，我们就想攀；那看到那个哈、哦、那个街民流浪汉啊，我们就想躲。想不想躲开啊？就是因为哈、哦、我们的心是这样。所以德就不容易培养，哦，又只跟我们讲，见性是功啊，平等是德，啊，功德功德，从底量的法身来对啦，哦，在我们这个法身来对，所以我们要哦去心呐、啊，哦平等，哦跟呢我们那个真心呐、啊、相契合，然后跟真理呀、啊，哦又相应平等，哦平等的相应。所以这个哦或许
前天呢讲那个维摩诘经啊，维摩诘哈、哦、在称呼啊，哦那个魔王波旬，魔王波旬有带两千个天女哈、哦，哦啊去，就是要去这个迷哦迷乱众生呐、啊，他、啊、那个维摩诘哈、哦，就把那个两千个天女呀、啊。就要那个波旬、哦、就是布施给他了、啊、那个波旬不愿意、啊、可是那个维摩诘功夫高、哦、神通大、他就、哦让那个波旬跑不了、波旬后来就答应了，好了好了、哦、布施给你送给你，那后来、哦、那个、哦、那个魔王波旬、啊、又一直、哦要那个维摩诘还给他那两千个天女，哎呀，那个两千个天女已经、哦、接受那个维摩诘讲经说话，他已经、哦、能够归顺了、哦、那个正法、啊、所以、啊、在那个时候、哦、那个天女都不愿意回去魔宫了、啊、那个维摩诘就跟他讲说，你回去没有关系、哦、可以在魔宫生活，他、啊、可以、哦、教导所有那一些、哦、天堂的那个天子、啊、教他们修道、哦、可以咧一灯、哦、来哦，燃百千灯，把那个心灯都点燃，那个样子。啊，所以哦，那个维摩诘在称呼啊，那个两千个天女哦，他叫他们哦知觉，知就是很多啦，哦，觉就是姐姐啦，有没有平等？维摩诘他是修的、哦、已经到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个程度、哦、是佛，一个呢是出家、哦、一个是在家居士、哦、程度很高，可是呢他称呼、哦那个 魔王的那一些、哦、那一些婢女、啊、他也叫知觉，所有、哦、那一些、啊、都称他们姐姐啦，这样懂意思吗？知道慧姐在讲什么吗？就是、哦、他们没有那一种、哦、阶级观念，没有说、哦、他是佛，难道他们是、哦、就是流 还流浪在凡尘的众生，没有那个、哦哦、不平等的心、啊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哦、虽然他的外表形象、啊哦、有很大的差别、哦、有钱有社会地位跟那个、哦、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啊、是差别很大，可是佛性都一样、啊哦、佛性没有差别，那我们呢就是要、哦、这个直接啊契入佛性，那契入佛性没有差别就平等，那平等心、啊没有分别心、我们就容易、哦、能够累积、啊我们那个、哦、德性，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分别心太容易太浓厚、哦、那个德性就培养不出来，那假如说我们、哦、都能够尊重尊重所有众生呢，那个叫供养之佛，这样容不容易、啊、不能埋怨、哦、众生、啊、埋怨众生叫做毁谤之佛，这样知道吗？啊、所以、哦这个可能我们生活之中啊，多多少少都会有埋怨，尤其哦是对家人，哦对待家里的人啊，各位前辈有没有埋怨？我点点了，不敢说，这个有也不敢说哈、哦。我们要了解说呢，哦最亲的就是家人，要互相扶持，哦互相照顾。互相帮忙，哦，上亲的就是哦，大社会的人啊，爱互相照顾，哦，一定要做到，不要哦那个哦一个脸呢都很哦臭脸，跟朋友都很容易笑脸，跟家人哦很容易摆臭脸，有没有？没有发现呐、啊？跟朋友可以很客气，可是跟家人、哦、都不客气，哦，讲话都很冲，有没有？嗯，
自己能够发现哦，啊，就自己要哦这个改进了哦，因为能够啊当一家人啊，都是有缘，有那个因缘，啊我们呢一定要把它变成善缘，哎，所以要互相哦帮助，哦互相扶持，哎，所以呢哦气心呐，啊，进入平等，所作啊哦具习，我们的所作啊，哎就是有为。哦，所有的呢，哦，那一些啊，哎，都让他呢，哦，这个停止了，哦，已经呢没有，哦，没有所作，所以哈，哦，我们就可以了解哈，哦，所作是不是有能做？哎，有所作是不是有能做？啊，是不是生命？哎啊，所以哈，哦，这边就告诉我们呢，所作哦，即习啊，能做所作啊，全部呢。哦，都让他呢已经休息了，没有了哦，没有能做所做，哎，就进入哦，哎，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解，这样了解意思吗？哎，没有进入说我能做哦，我所做没有哦，因为进入有那个能手啊，哦，那个呢，我们那个直观意识啊很强，那没有哦所做的话，哎，该如何做就如何去做。哎，那个是啊，从佛性发挥出来。那么狐疑哦，静静啊，哦，正性啊，调止。哎，这个我们呢，哦，有那个狐疑，就是不相信的哦，有问题的，我们呢要呢怎么样，让它呢静静了哦，又清净了，就是没有哦。所以啊，我们知道说这个信心敏啊，就是启发呢。哦，我们自己啊，本身对自己啊佛性的信心，所以不能有那个狐疑，就是不能怀疑的，啊，哦，一定要相信，哦，让你那个哦怀疑的都消失。讲到已经忘了哦时间了，就剩下十分钟，各位有问题吗？哎，剩十分钟而已，有没有要问的啊？把握时间哦，这个外面是很热，它里面哦冷气开得很强哦，所以可能都哦很舒服啊，想睡觉了。李讲师，这边有两个学生要问的吗？对呀，好啊，你说。第一个问题是说，后学学坐正玄观，将两个相同黄色圆磁铁吸在铁系在铁书架下，坐着正好可以看见，后学没有看到重叠为一个吸铁。而是看到三个黄吸铁，请问是哪里做错了？那个还没有哦，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做这个正玄观啊，它是一个集中精神啊，集中精神只要有两个哦，它是相同的景象，你就可以把哦那个相同的景象啊，把它呢哦重叠变成一个。那假如说哦会变成三个的话，那个叫做哦善，已经哦他的那个神善没有哦没有集中了，啊，所以那个正确的方法哦啊是那个南极老仙翁来教的，或者在后天庙哦那个时候来讲说，在我们的哦那个眼前哦三尺啊三台尺三丘。哦，咱的头前啊，三丘，然后哦，它的宽啊，两尺半，两丘半，然后哦，你去点哦，我们那个小字的香，哦，点香了，然后哦，就这样摆着，啊，你把两字的香哦，就收成哦，只有一字，这个收成的时候，它这个香会跑到这边来，哦，虽然你在三尺的。哦，圆两尺半的宽，
可是你一收成以后啊，你一做以后，它那两个会消失啦，就变成一个啊。所以哦，它这个两个是阴阳哦啊，这个一个啊，它是只有哦，那个是把它已经收成了，是正玄关，就是你的玄关所在。这个是空的啊，已经变成有啊，这个有啊已经不见了，那个才哦正确啦啊。所以哦，只要你能够做。哦，你开始能够收到哦一点了，收到一点以后，以后你就可以利用了。哦，因为或许一教人家做呢，很多人都很天才，有的是用哦那个红包啊，过年那个红包啊，去贴在墙壁啊，啊两个红包贴在一起。我说你们在做什么？他说正玄关。我说哈、啊、这样就可以做。他说对啊，两个红包变成一个。哎，然后有的用那个哈、哦。哎，那个小瓶的哈、哦，那个玻璃瓶啊，装那个油，然后用哈、哦、那个点心，哦，然后点会，点我得，也一样哈、哦，在做正玄关呐、啊。我说我这样教的吗？他说不是，用改行为，大家都很天才，哎，阿多哈，我说那、啊、你们已经看得出来吗？他说可以，啊，所以哈、哦。之前呐、啊，那个是很早之前教的，后来我都不教了，哦，因为那个是比较叫做有法无法，啊，那个哦真的是很快，所以哦做了以后啊，可以看到自己哦那个佛性的光，还可以看到天堂，哦，还可以哦很多不一样的天堂，哦，景象也都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可是或许都不鼓励啊。我说你看到以后会变成障碍，就会住相，哦，会障碍。可是你要哦训练你自己的哦那个心啊集中，哎，导师哦很好的方法哦，沙丘，知道吗？沙呆丘，多一公丘沙丘沙嘛吼，多要到一公丘的头前，两丘半宽，然后哦点两支香。啊，因为哦，或许在讲那个小柱香哦，它能够燃烧刚好一个小时啦，一点钟。啊，都多加一鬼哦，你都已经做一点钟的功夫啦，啊，安尼都会使。啊，假如说是看成三点的话哦，那个叫做乱散乱，已经哦没有那个功效。哦，那两支啊，你搁看到中一支就变三支呀，哎，那个神散。哎啊，所以哦，你要做到那两只哦，跟无快啊，变成之后一支啊，本来加都无啊，加都无点啊，啊无点变成有啊，这有点的所在无去。各位浅浅不要做了，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还有下次还有第二个问题。好，你说。现在人们心生思维大意，尤其医生知道是吃素的，一定要抽血检查缺了什么维他命。B12是吃素人一缺 ，B12只有在动物身上才有。古时候没有维他命，修道人怎么处理维他？怎么处理 B12缺乏问题？因为市面一般维他命都含有肉制品。或许有打过电话给产品公司而得知，非常感谢。好，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个医生、啊、跟现象界、啊哦、这个科技、啊、所有、哦、它都是在现象之中、哦、才能够、哦、有那个答案出来。可是我们、哦、这个修道、啊、它很多会超越现象。那我们了解说呢，这个素食里面、哦当然是 B12最缺乏、哦、可是我们呢也不用刻意、啊哦、不用刻意、啊哦、去追求、啊哎、那个、哦、B12的养生、哦、因为只要我们、哦、这个心理的、哦、那个状态、啊、都很健全，然后呢在、哦、日常生活之中那个作息、啊哦、也都是很正常，然后我们的、哦、那个饮食量要、啊、尽量、哦哎，这个减少，哦，不吃多了，吃多呢，这个状况会很多，
吃的少以后啊，这个身体的需求，我们身体的本身啊，那个需求就会降低，那需求降低啊，毛病会减少，那毛病呢，减少，我们会在那个精神的领域啊，会很充实啊，所以假如说以那个医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修道的话，那会障碍重重。那假如说我们用呢，很宽广的心，就是很健康的这一种生活方式呢，追求啊明心见性，那都可以超越啊。很多呢都不是那个医生能够解释得出来，那个医生啊，他能够看的只是现象，那没有现象的他没有办法去了解。那我们一修道以后啊，很多都是进入啊没有现象的，像你各位浅显功德看得见吗？有没有？有。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所要重视的呢，就是要培养自己啊能够能够行功立德，能够呢实际的做。那你实际啊去行持的时候啊，自然而然你就超越这个现象。所以有时候那个身体的现象是有某一些方面的那一些啊那个疾病，可是呢在修持方面啊，它都可以全部超越，全部克服。那我们住在呢凡尘的现象，我们就会被它影响，它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身心啊，像说报纸登啊，有一个生意人他呢时常肚子痛，那是因为生意很忙，他就不管他了，吃一吃胃散就好了。那亲朋好友说啊，你这么有钱啊，要详细去检查啦。结果他真的把生意放下去检查，结果是什么？胃癌。他则得知他胃癌本来都好好的只有吃一吃胃散就够了，结果一检查出来三天就死翘翘。三天了，死翘翘，为什么？他自己害死自己呀！我胃癌无望啊啦，我要死啊！自己害死自己呀！所以那个精神啊，我们要了解啦，精神的领域啊很宽广，而且不能用我们凡尘的这一些医学啊来解说，那解说不出来的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精神，我们也都了解说，你只要有意志力去撑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变可能了。你只要那个推心上志啊，什么代志你都嘛做危险，但那个那个都超出现实领域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一修道了就是跟平常咱都按平常的作息嘛咱都吃了，这样吃困了，这样困，这样就好了，下课。